啊，那就放那儿吧。也许我只能将就一下这严肃的布景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上路什么玩意儿呢？剑军儿，3个 ADC。 是啊，我看他打野也玩 ADC， 那我也玩 ADC。 全军出击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嘚嘚嘚，剑姬上哪去了？是的，这把枪很讽刺。哎呦我操，这能没中？优秀不值得一提。哎，死不掉！我的批评家们，一滴血锁住。来一把星石，他们就是傀儡。搞一把星石镜，我就不整狂风的了，我就狂风有点垃圾，打人不太掉血。还是大宝宝了，变
13刀，我们29刀。高的来克了，嘿，我操！我很想知道他们看到我时会想些什么。来一枪，还是这黑焰收割带着得劲儿啊，黄蜂伤害太低。速回城，卡莎都快两件套了，没有那么离谱。他才杀几个，他两件套，七分钟两件套，我都没见过。杀的都不值钱了，我打银机七分钟都两件套不了，没那么快，他最起码他得14分钟。还有两件套，这不被瞎当了吗？还也要抓我来了，插个眼儿的，插个眼儿就可以，没什么问题。完美谢幕，配音呢？我这操作呢？我给你配什么音？我这认真的打操作呢，我哪有配音的？完了哥，来进攻吧！这
定没定出来呀。哎呀，好烦啊，这没定出来。掉的卷子有点快了，红龙塔怎么掉那么快？太惨呀，你有点离谱了吧？哎呦啊，这么歪！我本来以为我只会歪一下，没想到全歪了，除了第一下中了，全歪了。拉克斯是中单，艺术应当震慑人心。我来啊，上来杀剑姐快。嗯，跳弹怎么回事？不好杀的英雄，他想跑，很少能有人能杀得了。别飞别飞别飞，错了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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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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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还有啥呢？那卢仙为啥不一开始不走啊？好奇怪呀、啊！这单点点不过他呀，他两件套，你来个人儿，你真他妈疼，我都不知道咋地就没血了。
阵容太差了，主要是跟阵容有啥关系？那卡莎杀十五个跟阵容有啥关系？你就啥阵容，他卡莎杀十五个，你不也得玩呐？你不麻吗？你就说除了这上路哪有一个像人的吗？你瞅一瞅有没有像人。最起码我们上单 AD 还能打出来点效果。上路也不像人，那上路剑姬都幺三七了，还不像人呢？就一共啊，一共五个人玩游戏，四个正战绩，一个副战绩是上路的，上路还不像人呢？你看这哪有像人的玩的，哪有正的吧？那乌鸦一个人就杀他呗。杀还能杀了了不啊？我操，拉克斯搁里边呢。操作还行啊，怎么能死那么惨？不太像能六分钟就给人送超神的样儿，可能也只剩操作了，脑子也不太好使。可能除了操作，也就是操作了。辅助菜呀，那你辅助再菜也不能出门就死。咱辅助菜肯定是有一方面啊，但是辅助再菜我感觉他也不能出门就死。我就瞅那下路就喊着阿来喊着来来好嘛，那一听嘎子来来军带军 ，Enemy double kill，Enemy killing。操作也就只能剩操作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么远，应该 Q 着我呀，这么远。瞎选英雄。这要是银马或者铁头娃早赢了。铁头娃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还有银马怎么就早赢了呢？
那下路队友傻逼一顿送，我们没 C 动，完事说我们瞎选英雄呗。哎，不说有毛病的玩意儿，说没毛病的人呗。那可是真厉害呀！今日我将行黑暗之举，阿爸船长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今天要是不开心的话，就是因为那护士给我媳妇儿碾碎他们手整破了，胳膊，给你们看看啊。First blood。全军出击。看这块儿没，这是抽血的地方，他要上点符，这样式的咔嚓一下，也不知道是给棍儿整断了，还是那原来那棍儿顶上就有个叉呀。我不是王，我不是神，我是更可怕的对手，火枪。没道歉，他也不道歉，也不说对不起。太跟我 A 呗，船长跟我有一拼。船长跟我可没有一拼，看他升三呗，升了就算了，升了我就走。吃了个柑橘，看他出来不啊？哎，不出来就算了，不出来我就回家。这蓝枪打不过阿木木，是不是不太正常？还有你四级，他三级，你为啥能没打过他呢？我不理解。这单杀呀！我的心中存有黑暗，比任何黑影都更深邃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啊、哦，给他来一枪！挑战我吧，凡人！我哇扎！谢谢你的哄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我这都有大灭了。是打灭。我今天坐车的时候没啥事干，我翻微博，我还看到那深田什么玩意儿那微博了，叫谁来着？深田由美。六秒大，你的死亡是我的歌声。我一个劈脸柱 A 一 A， 我扎一刀，橘子没吃出来呀，这橘子过期了，血都加不上。谁来了？小光头来了。这是怎么点着我的呢？哎，这不应该呀。
没一开一慢了，好像有点，因为它是闪现铁。Rampage. 越来吃经验了，投降了。Victory. 这投的是不是薛微有点太快了？这才几分钟啊？哎，我也没打几分钟啊，感觉游戏就结束了。